我最近就是讲，我身体也都无什么，无什么通调子啊，我就人家老公嘛，无理的来叫医生，来做看看是。这是你讲过啊？这是我啊，嗯，三七。三七嘛。对。然后开始来运动加呼吸的身体。对，啊，就头啊，本来就讲运动加行了。嘛，我们到饭店啦，想去看卖嘞。啊，是中午去中午，什么产品？这就是炒面、炒饭，那个馒头、虾仁、冰丝、铁板面，啥几行啊，几个啊？然后就是拢无。嘿，无什么，啊，就豆浆、啊，面浆啊，嘞，就嘛无奶茶，无什么嘛。嘿，做几行啊，嘞，就拢开始就讲，唔知做啥，啊，想去看卖。啊，迄阵嘛，嘛是遐做无经验啦，啊，算凊彩先做看嘞。嗯，啊，所以主要嘛，嘛，算讲拄头啊，嘛唔知想要做啥，啊，就凊彩无就先袂怪死嘛嘛，唔知做啥。啊，老公迄突然车祸是不啥的？嘿，那时候是也没有什么流流。无拢无物，无什么流什么，伊也啥拢无，伊就是拢无。啊，囡仔都还好，一直囡仔拢袂讲吼真细，伊拢算家己我都靠家己啊，因为各种嘛小可拢家己了，家己了生活点才有钱，拄头仔本来袂过几项吼，啊，生活点才有钱会看。那起码你起码起码是咱们做四件啦。然后起码准备的时间拢是安怎准备啊？准备都养着困难着困难，就讲早上转来就忝着。小事一下，但是有看到叫会啦，通常拢，拢你家己啦。系啊，哎，十五点，我是安尼做，系啊。然后无做早餐的时阵，系啊，就是你下班顺时休假之后，休假之后就去帮阮弟弟送些便当啊，都有啊。系啊。哦，所以两个人送便当啊，差不多点钟啊，啊，转来就。就算讲小事一下，啊，就洗洗衫啊，吼，啊，就准备啊，扫起来，搁翻马台的工具。现在那个是夜班，天下班啊，翻，每早上四点起来，你上去啊，你上去，那时间很紧。你讲人工加寂寞吗？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哎，不会，因为较贵吼，算讲安尼拢，啊咧送便当，啊啊咧转来吼，看囡仔吼，囡仔就是爱甲爸咧看咧。然后即摆有孙啊，敢有敢那搁欠啥？无啊，无。哈哈哈哈哈。嘿啊，算起来就，安尼叫俺陪就好啊，算平平我嘛安尼陪啊。嗯，安尼好啊。啊，恁即摆身体是啥物？身体是我都两三年前也有出出去吼，有摔过，啊摔过，唔无好地方变。我听讲，你家你安是相亲的呀？系。系啊，啊，听人家讲，迄相亲时阵的，一些经过到恁相亲，相亲就是朋友在介绍啦，啊嘛是有有加了面瓜，啊伊做表的时我有去。去订名吼，平时啊就出来，唔是讲安尼，种种客安尼联络尔啦。啊，到了就因兜因兜人，我叫因先来讲因做嘛啦。啊，啊，我还蛮不错。然后从小就一直做代志啊。系啊，自我即个过去个四年吼，我妈妈她都，我嘛就就反驳我爸爸，这样嘞，我这样嘞吼，伊就希望。就我迄个丈夫，嗯、啊丈夫会，嘛是讲家庭的天性，啊我老公妈妈，啊就是吼，独生，无我大我大我大嫂，大嫂好，上班，嘿啊，就是上班好啊，啊过去的四年就小事，啊小事，到尾啊，唔知影想讲无无啥嘛袂使，佮佮关东西佮怎啊查，查到啥物事啊，安尼念，就顾小弟，嘿、嗯，就那个。就对妈妈拢是做啥物了？咪做，咪做米茶老边，咪做地地粉面，地米汤哦，哦这边，啊，地了个就变面面，啊就话变，即马咧话阮弟弟来食。那你结婚之后，一直
就是做家庭主妇啊，是嘛？是做微做那个家庭主妇，对，然后做杂工，家庭主妇啊，对，是吧？我兄弟，我那弟娘家哦，做工大家有看了哦，我就是我娶我算大，过来是做第二个，咱是娶娶到拢娶一个啊，就算了。啊，迄阵你是甲其他人拢做做伙了，爱家这个大家庭，爱家啦，拢爱生，拢爱生，拢爱爱生，公公婆。